好，发射，射到了机器恐龙，机器恐龙跌倒了，对不对？当他跌倒的时候，他站起来，机器哥吉拉就用脚踩住他的身体。他就被踩在地上，他妈也是嗨咖。好，两只，然后机器恐龙生气了，他就把他的火箭筒瞄准哥吉拉的头发射，为什么机器恐龙倒了？八岁。他等一下就死了。他等一下就死了。I don't remember.